对啊，我血又更少，被召唤出来人哦，这个恶兆中哎，好吧。你衣服怎么那么酷？不一样，怎么？那、啊、怎么打？走啊，你去啊，你要先进去啊，你要那 啊、走怎啊，么打啊？就是找到那个女的之后，那张你 body 报警 block 拿之了后，吗，然哥？后你 body block 了，OK，走。那张报警之后，然后抱她，就是先大刀去，然后那张报警拿出来，然后发现是这样，对起，我靠，要按错键。哇，哪一下那么痛啊？我想，那什走么出来，血？你跟我走。我在走了。哦，没有那个灯。在哪？右边是白色青椒，他应该在场地正中央。你看到他吗？还是过来，过来，我背后，不要砍刀，过来我背后。好，准备，我蓄力完之后，我之前那些暴击的时候你就蓄力，你要紧好点去抓好，我。光看。靠呀，为什么没有那样暴击哦，到因为啊？你没有，因为你的伤害太大了，所以你打他一下直接变雾了。来这。哦，绕正飞啦。赶紧跑！你刚一个那样暴力把我震飞了，我没办法我蓄上力。你打标语，你打，但他站在他正前面好。好。我想啊，shit，这另外一只。我靠！我靠腰！另外一只术法爆，shit！我靠！不早说。小心一点，你等下会很难打。把另外先不要找出法爆那只，把那只原版那只找出来，把它毙掉。然后把它毙掉，就赶紧杀另外一只术法爆。是啊，另外一只他会用有手抓，哪有用术法爆？跳下去然后不要正面被他看到，不要正面被他看到或者走路被他看到，就直接术法爆炸。对，你就轻轻走过去，他不会爆炸，他也不会拿球丢你，他都不会。啊！不要被那些走路的白痴看到。啊，小两只在这，Oh my god！男生就是不想要安慰。他尽量不要被系统爆炸，我让他炸一下，我等他系统爆炸。打不过他可以再把我召出来一次，只要不要再被那些系统爆炸用到就好。可以吗？我在找。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东西要靠近过去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走，就慢慢过去，他就会听到。好死啊！你死啊！没有靠。Oh my god！他在我旁边，他抓我。他如果抓到你的话，你就死。好死啊！他死了、啊，打完了，啊哈，真的、哦，对啊，刚好两只在我旁边，这个差小，两只死了，这么快、啊，嗯哼，然后就打完了，然后会有人死去，啊，不说好有三只吗？两只有。